Bird， 耶 ，I need some help。哎，这是你专长啊，来吧，金轮，来吧，给我单挑一下。专长是最后那射门那下，前面我不专长。好。我真晕，明显能感觉出来 Alan 的步伐已经比较老迈了。我步伐老迈跟我转圈没关系啊，本来就老迈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了就不要犹豫了，往前走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球太近了，难度太低，球应该放远点。是吗？那就这样，张让帮醒哥把球放远一点，他想挑战。门在我正前方吗？对。没进上，请思政老师回到原点。